咪咩？走啊！这一次我们是对立的，因为啊，这一次我们比较幸运，因为动作戏没有太多。对哦。他呢，就最舒服是他。对。他是律师。还有就是富二代。没错。有什么事情都是给钱，可以对，可以弄好的。啊。对。那我呢，就是联署的ICAC 来的，所以。我也会到处查案，啊，但动作戏方面呢，就交给浩信，对，非常棒。刚打嘛，现在这肯定动作戏比较多一点，好看一点。飞虎，我们打够了，打够了。其实这一次不止三个人，我们这个戏都围绕着我们五个人，可以说是，我跟他。浩信啊，定心，志文，这五个从小认识的人，对，我们的故事就是从那个小时候发生的事情，带到现在长大以后的故事，对，哪没有说是敌人嘛，就是只是身份是对立而已，对，有些误会对立，对，有一点点吧，我觉得，剧本还没写到最后，没错，对。